礼拜一19号，我带女佣来坐地铁，这是她第一次坐地铁。去 Chinatown 牛车水到了。Slowly 啊。好的 ，Sorry。Also have very cheap 啊、，so they sell to the tourists 啦。You on the fan, baby hot。幸运牛车水 ，Lucky Chinatown。去那家中餐馆，小哥哥好，小哥哥说好久没有吃他家的串了。这里面人很多，我们坐在最靠外面的桌子。哎呀，别醒了。You want barbecue 哈？我们 taking video 哎。哎呀，保姆还没吃几口饭呢。宝宝拉粑粑了，拉完粑粑呢又闹困了，看人家在逗宝宝，大家到处看一下。我们在 Plaza Singapura 这边随便逛逛看看，抱着 baby 溜达呢，呦呦呦呦呦！我每次都是拍 baby 跟女佣。Look at our face. You let her see herself. Oh, baby! 我现在要出发去做按摩。我现在来那个数一下我的红包，然后去存一下。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给我包的红包哈都很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办 party 的话就是很大手笔的，自己来的那种都宝宝大多数都是100呀、80啊，带着家庭来的那种很多都包200。像这种就是感情特别好的这种都是包200，就是我已经看过一遍，然后记了一下礼账，这样等到别人家有事的时候我去随礼的话，基本上只会多不会少。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别人给100我就会回150、128至少。哎呀哎呀，妹妹坐椅子了呢。哎呀，你傻逼啊！把钱存上。再去把钱给存上来，收了2700，加上礼物什么的，可能大概3000块钱。但是我办这个 party 的话是花了3500，不止3500，其实我还要买一些其他东西，所以我可能能赔个600-700块钱吧。但是，嗨。开 party 就是图个开心，我这个人又好面子，所以呢，我开了 party 里面，我提供的餐食肯定是最好的，然后礼物大人小孩的都有，就反正人都不会就是空手回去，赔不赔钱呢无所谓，重要的就是一个开心，就是一个给就是一个老朋友的聚会嘛。能看到很多的老朋友就觉得很高兴，最主要是给孩子留下个美好回忆。就是像我大女儿的话，她现在懂事了，她记事了，她就
能够给她留下一个美好回忆。小女儿现在虽然不记，但以后给她放这个视频是不是也是不错。我现在来到那个泡澡的地方了，要换衣服了。看，我已经来泡好几次了，又泡然后又按摩啊什么的，反正这一次生完孩子就要把以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全部都给他享受到完。是点下的时间差不多。泡得满脸红扑扑的。泡完澡了，来这边逛了一下，发现这两个本子不错，两个才3.2块，给我女佣买，让她学习用。嗨，this is my grocery now.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What do you want to eat?我现在是他的小助理，给他推车呀，给孩子买奶粉105。妈妈，你太难了，妈妈妈。如果天黑的，妈妈。还是每天亮灯快乐。呀呜，呀呜。怎么啦，大奇？哇，喵！ Ooh, so cute 啊！哎呀，不要吃醋嘛！我就就就就就 ，I love you, Lucky。哎呀，哎呀 ，Hello。哎呀，哎姐哎姐呢 ？You so cute 呢？啊！哎呀，哎呀，谁的小车这么酷啊？哎呀！So cool 呢，哎呀，哇，你还真 talkative 呢哈，你真能唠呢哈。有时晴，黄昏有花雨。妈妈最爱我，爱是什么？对呀，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哎呀，哎呀，这宝可得看紧了呢哈！别人抢去了咋整啊？
啊，长那么好看啊，哎，哎，啊，出门咱都得注意，知道吧？实在是太可爱了。嗯，要不了多久就会翻身了。踢一个吧，踢踢，踢一个。哎呀，正好呢。啊，对呀，这样踢踢正好呢。你挺厉害呀。哎呀 ，very good 呢。哎呦，哎呦，哎呦，我的拜。耶、yeah. 啊！啊啊！哎呀，妈妈给你唱歌哈、啊，唱歌啊，唱一首《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来，《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The wheel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绝了，是不是？妈妈唱歌不跑调，我跟你说，真的绝了。今天我们来蓝线上的这个叫什么 ？Telok Ayer。这里面有个 Telok Ayer Street。小哥哥做的 research 说有一家韩餐好吃，所以我们就来吃。我们再往那家餐厅走哦，就是那个韩餐厅，可是还没开。这什么街 ？Bondi Street。我们没有来过。严永什么？严永博。我们来早了，还没开门，就是在这等着呢。下小雨。那我们给 baby 先喝点奶，喝完奶之后等一下进去，希望他能睡，他睡了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哦。旁边有酒吧，我想跟小哥哥去喝一杯。这家好像是韩国人开的了，外面下雨了，也没有让我们先进去的意思。里面条件看起来还不错，环境。然后他们要先 scan barcode 去 Q 的。我们当网上也可以先 Q， 4:30开放 Qing， 然后他们5:30才开门。已经这么多人在等了，还没有开门。看这家好像是准准的，就是5:30开门的。Hi baby， you want a barbecue？ 啊 ，a kimchi？ 啊，嘿嘿嘿。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baby 一直在看烤肉哈，在看烤肉。都是他们帮忙烤的。对，他就是来演示每一种不同的吃法。以为这个是汤。小哥哥还点了冷面，这个冷面看起来不错哟。这家很多韩国人不来吃，隔壁这桌就是韩国的，这桌应该是很地道。吃一吃，宝宝哭了。哎呦 ，baby not in a good mood 哈 ，everybody barbecue。baby 吃不上肉，是不是生气嘞？阿酱阿酱呀，阿酱阿酱。那边那一片街全部，也不全部，大很多很多，好几家，好几家 Korean food。我好朋友的父母来新加坡了，我今天使出了全身解数，打扮的可 formal 了。Good 哈、huh? ，Look like。Meeting boyfriend's parents， you know? 黑色裙子是从优衣库买的，几十块钱。This dress are not very expensive, huh? Yeah, correct. But looks very elegant. Nice, huh? But I'm very fat. 我坐地铁去。我跟我这个朋友认识好长时间了，我来新加坡多久我就认识他多久，2012年认识的，看，认识十年多了都一样。
快11年了，长得可美了。坐地铁过去，该省省该花花。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Marina Bay Sands， 看这里就是啦。看这里，坐船的地方。刚在那儿买了几张票，正好还看到了我们中国人。那对夫妇加那个孩子，就是刚才帮我们一起买票的，他们有那个会员卡，还可以打折。嗯 ，Hello Hello， 我帮你们拍视频。嗨在坐船。还有人帮我们摆船，躲镜头。我们现在在 Kuma 里面，上午5点开。现在在 Silavi 的楼上，57楼观景台。我们买了门票，30块钱一个人，买了5张票上来的。那个票可以换吃的，还有酒。酒水到咯，baby 在看他自己的视频呢，仿佛能看懂。看懂了吗？谁呀？那是谁呀 ？Who is it？ 啊 ，Who is it？ 叫哪？小胖孩，你看你脸胖的都红了。哎，姐姐 ，Who is it？ 叫哪？啊？你踩的挺得劲儿是吧？啊？哎呀，你瞅这脚。对了，口型非常对呢。这兔咪呢？来，姐姐给擦擦，纸嘞。哎，你别吓他。Who is the girl now? I'm Jenna。嗯，吃了半天三文鱼了，吃这个。First month salary you get. Yeah, I'm very happy. Very happy, huh? So happy this one. At first, I can make money, so I'm so happy. Yeah, so gross. Yeah, I greet you. I greet for you also. Ah. 你捏着手。哎，你按着一会儿狗动不了了，好玩啊！哈，老 K， 说好玩，这狗急的就想拿。干啥呢呀？你把那个胳膊抽出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呀！